由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美国新闻速递携手美国希望国际艺术教育文化公司、美国国际合唱协会、爱能改变一切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美国比华利国际合唱艺术节，将于2017年4月22号至24号在比华利希尔顿酒店金球奖颁奖会址华丽推出。1月11日，组委会在钻石坝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这次艺术节的情况。美国比华利国际合唱节组委会是美国非营利组织，评审委员会由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各国的高水准专家组成。合唱团主张用歌声将来自美国、中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合唱团同台奉献竞技，在自由的艺术氛围中不断追求更高的合唱艺术标准，用心灵感受人类文明之力量。我们这个艺术节的主旨是用歌声赞颂和平，用歌声来增进大家的友谊。我们这次的评委也来自于美国和中国的在专业领域里非常有着卓越那个成就的艺术家和专家。美国比华利合唱节竞技组合通过电子邮件报名选择作品，4月24号进行现场决赛表演并举行颁奖仪式。合唱节设金银铜和其他特别荣誉奖，奖金丰厚。现在国际文化的交流已经形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主题，一个主流，合唱呢又是这个主流之间的一种奇葩，因为它参与性特别强，覆盖面特别大，这个受众面也特别大，影响也大。记者 Jeff 张伟钻石坝报道。